哼，还有没有要找我们父子麻烦的？哼，这就没了吗？楚少主，你不是一直看我不顺眼吗？要不咱俩比划比划，生死个安。姐，我在旁边帮你助攻，你还有没有机会把他拿下？啊，妈，您说什么呢？十三大哥一直拿我当妹妹呢，我那天只是不想让你给我介绍安达文，才拉他当挡箭牌的。你妈是过来人，怎么回事还能不明白吗？
我在，有什么指示？你的电话是真的很难打通啊，我都打了几个月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在执行任务。我有件事要问你，两年前你接的一个任务，目标是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男子，当时他身受重伤，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那个任务是谁委托的？是一个叫严奎的。严奎，竟然是我国外最信任的人，执意害我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忙吧。一切都交给你了，我就安心享清福了。你就不怕我把你的家底败光？反正多少都是留给你的，我怕什么？南叔，通知那些没来的人，再给他们最后半个小时，逾期全部就地开除。好，我这就通知他们。那外面那些来了的人呢？让他们等着。父亲，那个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呀，吞吞吐吐的，这不像你的性格吗？我想听你说些关于我母亲的事。其实我早就想询问关于母亲的事了，只不过怕刺激到你，一直忍着没问。她叫慕容迪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的女人。那她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假如有一天她知道了你回来的消息，她一定会想尽办法来见你的。这时间都过了，一个露面的都没有，耍人玩呢？是啊，哪有这样的，就是早知道就不来了，给他们脸才来到这里，没想到有的人就是给脸不要脸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把你的话再重复一遍。